捷克罗素梗是一种活泼且知名的小型犬种，以其充满活力的个性和独特的外观而受到欢迎。外貌，捷克罗素梗具有紧凑而肌肉发达的身体，具有独特的外貌特征。它们的背毛以白色为主，带有棕色或黑色的斑纹和斑点。坚实的体格和敏捷的姿态是它们外貌的特点。个性，这个品种聪明而活泼，始终展现出充满活力的性格。它们非常好奇，喜欢探索和冒险。此外，它们非常忠诚和亲爱，重视与家人的紧密联系。运动和能量，捷克罗素梗具有较高的能量水平，需要积极的生活方式。它们喜欢参与长时间的散步、奔跑和游戏，充足的运动对于它们的幸福和健康至关重要。社交化和训练，这个品种很社交化，与其他狗和人的适当社交至关重要。从小就让他们接触各种环境和刺激，可以帮助培养友好和服从的气质。积极强化在他们的训练中非常有效。护理和维护，他们的短毛使得梳理相对容易，但需要定期的护理。修剪指甲和口腔护理也很重要，注意保护他们的耳朵，以防止感染。健康，虽然总体上是一个强壮的品种，但捷克罗素梗可能有一些遗传健康问题，特别是关节问题和眼部问题需要注意。定期的健康检查和均衡的饮食有助于保持它们的健康。总结，捷克罗素梗以其活泼好奇的个性和独特的外貌而闻名，需要运动和刺激性的活动。它们成为了充满亲情和忠诚的宠物，成为家庭的美好伴侣。然而，理解它们充满活力的天性和训练需求，提供适当的护理和关注非常重要。